大家好啊，很久没有看 XO 成员，今天来看一下金钟大。之前已经测过几位了，他是92年9月21号处女座。分析一下他的事业发展吧。这命局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庚金生在酉月，坐下子水，日干偏旺，取壬水为用。我看了一下韩国命理师他应该也是取壬水的。好，先来看一下塔罗命盘啊，这是一张恋人牌，恋人往往表示桃花的意思，就代表受众比较广嘛，因为偶像明星嘛，那么当然是需要粉丝的支持，他这个粉丝就比较多了嘛，大天使，向人世间播撒爱，刚好亚当夏娃嘛，它有两部分的含义，第一种呢就是正常的男女恋爱这种，这很正常，另一部分呢就表示这个热情啊，就是让下面的这个人呢感受到这种关爱。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，粉丝很多，而且呢，分布很广，所谓分布广，它不仅仅是在韩国，在中国，在其他的国家，应该都是这样的，应该都非常的受欢迎的，所以这种人才能够出名异性嘛，桃花当然指的是异性嘛，男歌手当然是女性呢，受欢迎了，好，这是一个方面了，来看一下这个命局，这个丁丑时是我自己反推的啊，那庚金见丁火呢，表示这样的人一定是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，不会被他人所左右啊，就是公司要求他怎么做，那就怎么做，这个可能性不大啊，因为尤其是明星嘛，很多都是受这个上面的人的这个决策的影响啊，不能谈恋爱啦，不能结婚啦，类似这种，我看了一下，看介绍好像说是已经结婚了，应该是吧，正常的啊，因为这个丁火才能按这个时辰来讲的话，这样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行为，就是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让别人说去吧，而且命带这个将星，将星是什么呢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，那就是不听从别人的这种额外的安排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从小到大的运走的怎么样呢？还可以。不过10年不是很好，10年是庚寅年嘛，寅申冲，所以10年必然是受挫折的这种估计不会显示出来说11年开始什么出道怎么样了，但是10年应该是最差的，正因为有差才有转折个人的这个想法了啊，所以11年开始出道我认为10年是不理想的啊，这个已经发生过了啊，那么现在走向呢？他这个当歌手确实好啊，不一定，他在团体当中其实不是很理想，就是当然现有的人说不会啊，他的组合很好啊，XO 非常有名啊，是的，但是他如果就是自己单飞了，自己独立当一个独立的歌手了，也是非常好的，其实会更好一些，他现在我不太清楚啊，是不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当独立的歌手更适合一些吧。然后以这个发展来看，过去的反正已经发生过了，就不来多讲了。那么未来的这个走势怎么样呢？感情来说的话，庚金啊，这么多比劫必然克财的，财为妻子嘛，多数在感情当中，他这种恋爱的话，多数是秘密进行的。我之前讲过上一个我讲的是谁啊？忘记了。他那种马思纯啊，我想起来了上次我讲的是马思纯，他那种恋爱怎么样？是比较公开的，大家都能够马上都能够知晓的，但是这种呢就相对来说低调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是暗藏在其中，多数是秘密进行，秘密，就是他结婚之后了，或者说怎么样了，已经交往很久了，他才会公开，或者有的公开他也是被迫的嘛。但是那个马思纯那位必然是这个非常的，不能说高调吧，那最起码不会掩盖，他这种就会比较有所掩饰吧，就感觉到这是我的自己的事情。你们不需要知道啊，类似这种，你关注我的作品，关注我的这个，整个团体的活动就可以了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意思。然后运走的其实还行去年庚子年三个子水，这叫浮盈，浮盈就按兵不动呗，好不好呢？相对来说难受一点吧，谈不上差。那现在是农历的这个7月丁酉月，家去壬寅，按正常来讲的话，他。看这个样子，好像是已经结婚了吧？
小孩的图片都有了，不清楚啊，但是介绍上说是只是公开20年，说是这个公开女朋友怎么样，20年10月份将入，那么至少到2021年这个年底才会出来嘛，以这个来看的话，事业发展其实还更好吧，就是说他这个团体如果说解散了，或者说这个单飞了，那么对他的事业发展其实会更好一些，这个意思啊。今年是辛丑，明年不太好，明年是属老虎的啊，明年22年嘛，寅申冲，禄神被冲，而且呢是这个寅木啊有这种冲的相啊，冲太岁嘛，所以22年要差。最差的是呢什么时间点呢？最差的我认为是在2022年的正月，过完年那个月嘛叫正月，正月是最糟糕的。这个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。不过如果说已经都是在军营里面的，或者说相对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，那这种好与坏呢就也就那样了啊，最多是这个在里面一些事情，一旦他出来了，或者说已经这个参加活动了，那么22年的这个正月那就比较糟糕了，这么个意思啊。感情怎么样呢？婚恋当中我刚才说了秘密进行居多嘛，丁火嘛，所以一定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较任性而为啊。当歌手确实适合啊哈。那整体来说近两年不是很好，22年是这样，23年呢是卯酉冲啊，也不算好啊，少说也不算好啊，可能整个团体的影响吧还怎么样，有点不如之前了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啊，他是队内职务，现在是主唱啊，什么高音担当啊，当歌手当这个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啊，所以他独立的歌手也是没问题的啊，1.78米啊。这个学历呢，看一下学历吧，好像没有学历啊，因为这个食伤这么重。然后运走的呢，刚才说好指的是说可能在某一方面，比如当歌手出道，这个应该还行，但是他毕竟有一个生害相害的，那这个印星呢受制，印代表的是这个学历嘛，学历肯定就不是特别好了，就至少在学业方面，比如说考试啊升学啦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，因为这个土啊是一个忌神，就不可能说学历很高，或者说学业特别顺畅啊，只能算是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，比如当歌手了唱歌啦非常有天赋，那你说真的是以考试啊升学为主的话，这一方面可能就差了啊。但近两年要差一点，22年23年吧，尤其22年的正月，23年了，算23年就已经遥远了，我就不来多谈了。但不管怎么样吧，希望他越来越好。这样的个性呢一个人说了算会更好一些啊，指的是说我是独立的歌手，我说了算，团体当中呢肯定就受牵制的。好吧，这是大致的分析一下啊，这边好像介绍很少哎。已经入伍的话那影响就小吧。希望他顺畅。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